猪大排骨，啊，这个更该买，啊，这个叫排骨酥，哦，更好吃，一包都半斤，采用猪小排，哦，不是厚厚的排骨，它采用的是猪小排哦，哦，软的猪小排，哦，直接来炸就可以吃了。啊，你炸完之后可以多种料理，怎么炸？可以糖醋排骨，可以椒盐排骨，不然这个排骨你可以怎样？下面来用电锅，下面铺南瓜，把这腌好的排骨来放在中间用蒸的就可以了，就称为南蒸，哎，叫什么南瓜排骨，就是这样蒸南瓜排骨，很好吃，腌好的猪小排，一包半斤多种料理，这是方便料理的来哦，一包半斤啊，一斤要偌济？那个网络上某某啊、丢叉都有在卖，每一家购物台也在卖，哈、哦。一包卖偌济？我跟你讲，一包人家卖120。那包偌济？这样两包是一斤哦，全部都给你腌好了。采用猪小排，是猪小排哦，最嫩的那个好吃的部位，卖公台一样行。来冷霸，来要讲排骨出来冷霸，冷霸霸哦，霸上来一百块，两包等于一斤来100块。两包排骨酥100块，啊，这喜欢再买没关系，好，哦，这个我也不卖有多啦，一包一股一包，等过来看妹妹这是，准备这块冰哦，把它晒一晒，他们直接吃。啊，如果要不同口味，就是糖醋排骨。有有铁路上还有，来一包过来。这个哦，你用完小朋友会比较爱吃，讲真的。对，这个要试买，真的，这个是比。我是觉得它真的是不比较 OK， 来七八个人，来排骨酥来，都帮你调好的来200块，来七八个不是200块，来七八个来，这个叫排骨酥，采用猪小排，我不是面粉加很多，它肉是超多的，来七八个来，它已经切好的哦，全部都是猪小排，这样一块一块嫩的，不是大块的，全部是猪小排最嫩的那个，不是一大块，是很多块小块。来，请爸，请爸，请爸，等过来，来，客人点铁路排骨来，他的弟弟这是第二名，他的第三名。来，等一下干贝来，大家一起 Q， 不要只有我 Q， 大家一起 Q。妹妹，这个是让你们带便当的，这个是第三名啊，这是他们公司畅销的产品，他们称为第一名啊，我七月才卖的，那个是七月才卖的啊，这个我已经卖一年了，来铁路排骨来，漂亮，厉害，鹅啊，鹅啊，无安呢，你那大拢食鹅啊，拢没料啊来，哦，这卖的稍微退冰。如果家里有小朋友，因为排骨一定旁边会有一个骨头，不然怎么称为排骨？会怕哦。这个来腌好来炸，夹吐司、夹汉堡、夹馒头，你要配饭夹一个蛋就是一餐喽，再加一个青菜就非常营养了。现在来铁路大排骨台北市的，跟你们买的排骨是不是不同一家？排骨酥它同一家厂商做的，是台北市大哥，两袋来。三袋来，四袋来，要吃来铁路大排卖多块来，300，你要不来200块来，200块，排骨来200块来，一袋搁送你，一袋搁请，都要再吃200块来，铁路大排200块，最后再送一片来，八袋来200块来，还出来哦。这卖比较久，你们一定都吃过了，200块，三袋来，四袋五袋来，六袋来，七袋来，八袋来200块来，开阿坤阿坤，200块，他又要帮你帮忙一下。四袋来，五袋来，六袋来，十袋来，七袋阿坤就要去帮忙，四加一，来200块来，200块，200块来，三袋来，四袋来，五袋来，十袋来，七袋来，八袋来，再过来200块。这个叫腌好的哦，一样，它的面皮都很薄哦，不是厚的那一种哦。四袋来，五袋来，六袋来。七袋来，八袋来，两块来，带出来，稍微煎炸，炸完之后你要卤也可以，可以煎，可以炸，可以卤，三种方式。七袋，五袋，六袋来，七袋来，八袋来，两百，来两百，来铁路大排来200块来，
来四袋来，四袋，五袋，六袋来，七袋来，八袋来，两百一股，两百两股来四袋。来下一个来。黄梅，黄梅卖的东西也很贵呀、啊。我这三文鱼，这个三文鱼，我这三文鱼。来最后的八十五了。我这几块让你请下来。哦，没有花枝丸了，哦，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卖16年的花枝丸，可以炸，可以烤，哦，这个我们在永我们家在永安有卖多久，这就卖多久，哦，基本上在半杯烤只有卖这个红虾，我们只有卖红虾这一台，哦，基本半杯烤加卖偌济，把它移过来，要吃花枝丸，卖够开偌济，卖够开300。一二三，200块来，龟苓丸200块，每一颗都有花枝颗粒，来200块，可以炸可以烤来200块，200块，龟苓丸200，来200块哦，你也别吃，你也别弄来200来，哦，一个人买多重？2斤半来200块，来200块来，来200来，200块来，来搁起来来200来，哦，2斤半200块来，来再来最后一个来。那个不是老公哦。来200块来回去玩，哦，可以炸可以烤，最后两个来没有了来。竹围都没有了，剩这边来200来，哦，你要炸要烤都可以来，来200块来没有了，花枝丸来我送，来200，哦，你们要虾子可以点虾子来200，来回去玩200来。哦，用炸的，用烤的来，200块。来下一个来，来备注来，来原价备给我们。来，这种干贝，它是真的干贝哦。这个干贝的学名叫海湾贝柱，哦，他们称为小干贝。啊，这个干贝直播界他们都称为圆干贝，也称为 NG 干贝。真的干贝不会是圆形的，懂吗？这个是有经过加工，把它压成圆形的。这个是干贝的碎肉，没有，它把它加工成圆形，啊，没有加什么，就是圆干贝。他们称为 NG， 东西不 NG， 来煎来烤。圆形的是经过加工，啊，这种小干贝，因为它叫海湾贝柱，就是真的干贝，哦，小颗的啊，它不来吃生食的，没有办法生食，因为小颗不吃生食，来炒菜来蒸就吃得到干贝的口感，干贝的鲜味。这个是小包小颗的，哦，这个叫海湾贝柱，不是组合的，哦，组合的是这一种，哦，一包半斤来，适合炒菜、煮面、煮火锅都可以，哦，啊，真的是干贝，它叫海湾贝柱，可以炒。一包卖偌济？一包六百块就烤一包半斤来。两包卖偌济？再把煮火一斤来。小干贝就是他们在晒干的那个干贝，小颗的。卖够开偌济？600，500块。台湾贝柱哈，就是称为小干贝，有了没有？500、400，烧完300块没？小干贝来300，不是组合的，哦，300块。组合的是刚才那大包的，来300，一包干贝够炒300块。1斤半的干贝来300块，这个适合用炒的啦，哦，你要干嘛？你要煮粥，要炒三鲜都可以，300块，五两没有。几包海湾贝柱卖你100块，五两没有。最后一包三包过来300块，4包干贝300块。哎，这个叫海湾贝柱，网络上稍微查就知道了。哦，我都跟你讲它的学名叫海湾贝柱了，来300块，300块来，学名都可以查，小干贝，哦。学名叫海湾贝柱，真的是贝柱，来300块，来300。你要炒，你要来炒米，要煮火锅弄一下，来300一股，300人过来，300股来收来。那今天下面后面，什么啦？来口肉山了。来，那你给我来，来大肉鱼给我，没有肉鱼什么的。好，肉山了。那有肉鱼也不拿出来是怎样？有吧，有比较大只吧，有吧，又更大只的哦。哦，你们要买小的，请往爸爸那边。这个比较大只的来，
哦，不是一只50块的，一只买起来是将近80块大的嘞，大两个号码的嘞。哎，这一样回去要研抹盐巴，因为它没有起肺炎。哦，这两只买偌济？一只买80，两只150。买四只，这偌济？买30。要食较大只的肉吃哦。这是较大只，你若较细只，爸爸遐有吼，我你加一个300块。肉鱼比较大只的300块，300块。虾个少，虾个恰哩300块。比较大只的，100公克以上的哦，哦，来300块，300块。虾个少也300块，要记得抹盐巴，盐收收，你也塞针，也塞几来300块。刚才我有卖14只是比较小的来300块，虾个恰哩300块。来12只肉鱼300块。哦，这个比较大只的，不要不要，要记得我也发来。手机开了直播，来沙发过来，比较大只的，你有买过？来沙发过来，来这个上来沙发，霸气的沙发来沙发。哦，这大价不是大拉价，是小细价。这个是12只的，哦，因为有这个价格，因为这有行情价。哦，来沙发来收来，你需要再等下冰箱先冰放冻一下，来沙发。来，吃小鸟要顾小鸟的来了，最后的来。排骨还有，哦，排骨也还有，哦，再叫啥？再吃排骨来，再叫刷。小鸟沙，哦，啊，我的厂商叫它鱼豆腐，不是豆腐沙，豆腐沙全世界台湾都是认为保育类不可以吃的啦，豆腐沙不可以吃，懂吗？保育类的，所以现在不能吃，哦，现在你吃不到豆腐沙，以前吃得到，现在不行。这个是吃小鸟，木小鸟的胶啊刷，小鸟沙，1包500公克，你要炒。你要炸，你要煮汤，要红烧都可以。妈妈，好吃怎么处理好啊？阿爸哥有，买下流的鲨鱼是不可以煮汤的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叫活动。一包买偌济来百五来，两包买偌济来300。不吃叫够叫加刷，吃小鸟你会吐小鸟。来300，跑下去哦，300。夜我来的百过来，一包加刷多少？200块。3包小鸟沙200块，再送一包200块，1包200包，想叫够叫来的吧，来下一个虾子，虾子可以卖哦，来两把，来胶沙200块，1包500公克，将近1斤哦，哦，我的鲨鱼你要炸，要炒蒜苗、炒青菜都可以，来200块，4包200，一股，来200那边，来200块，哦。我的鲨鱼可以，爸爸，我这刷也塞猪汤哦。你也要猪汤，也要红烧肉汤。冷巴过来，4包鲨鱼。哦，这个不是排骨，这是鲨鱼哦。小鸟沙。叫教授叫来教刷来，冷巴过来，冷巴。来小鸟沙，冷巴来收来，来黑了。2包啊。来，有人说冰箱冰不下没关系哦。因为我要下班了，没有擦。我没有。冰箱不行，下冰不下。想要买2包试看，4包冰箱就冰不下来。哦，你们家冰箱比较小，没有关系。想要买2包试看的来，小鸟沙来，100块，没有喽。只在桌上，来2包100来。哦，这个都可以抢，没有关系来。来100块来，来最后在这边没有了来。炒蒜苗、炒青菜来，爸爸来变100块来。来几份？来最后一份来没有了来。小鸟沙，你那个箱子给我好不好？哦，给我箱子。炒蒜苗、炒青菜，2包等于1公斤，再1公斤就等于1斤10两。来几份？几份的过来，妹妹来。谁？来下一个来，给我那个来，箱子过来。要跟他讲。
在跟我弟讨论哦，明天的话，一斤虾要卖偌济？这老爹卖啦，这老爹卖啦，哦，一斤卖偌济？380块，这卖偌济？嘛爱700块来，大只大只虾啊，这个是白虾，烫、炸、盐酥、凤梨虾球都可以。要吃虾你卡一个来500块，虾子来500块，要吃虾来500块，来500块，来500块，虾哥上。加个起来500块，啊！你看这有谁来500？有人没有？虾子来500块，你可以上来，面对帅哥来，来500块来，虾来500来，虾子来，烫虾、炒虾、盐酥虾来500块来，要吃虾来500，来500块，都可以去比价来，好，就这么大只来500块，这边来500块来，虾来500，请问还有吗？没有是吗？来500块来，虾来500来，虾子来500块来，好，来500。来500块来，好，来吃虾啊，来500来，哦，来500，哎，刚好4:30来，真的是很，来500块来，虾啊，来500来，好的，够了啊，你阿小，阿不，伟成前面都没买到，你在干嘛？来500块要给前面的，哎，没有了，来500块来，来500块来，你要被干的，我跟你讲，懂吗？那个不用当兵的，不用当兵，要兵限流的。那大概会消失一点。我认可，要一下哦，真的，一下哦。来500块来，谁要来500来？哦，没有，要等一下来500来。没有了，来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500来，来500。来卖家虾卷的来，盘子给我来。保证有料的来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这是完整的，我要讲。我要450哈，不用了，450讲出去要下次要讲。我也是点那一份。来，再给我上来。哦，这个叫脆皮海鲜卷。哦，保证挂，保证有料。吃得到花枝鱿鱼虾子，吃得到花枝鱿鱼虾子。哦，这里底有10条，一条你外口加一个，台南府城一条就是30块。有料的不是没有料的，哦，加贝老贼是，哎，这个虾子还看得到哦，橘子色，我这个老是看得到的哦。两克贝老贼来700，不要讲海参更，700块就去台南吃就好了，不用买到700。来200，来500块，海参更500。我保证了，无聊也不是没有料，500、400、烧300块了，海鲜卷300块，300块，20条300块，一样哦，500块了，来200，煎的炸的，就是适合煎的炸的，来200，20条，霸起来，霸我过来，2盒150来，给你来不少，价格我出来的时候就拿来花，来小花枝来，炸过来。没有了，你大概再遮一点，是谁的？大哥的，没有来，再讲回爹来，最后的来。卖花枝啊，不是卖偷偷了，偷偷没有。你这个卖150。对，150。我会收到。没有，我们卖便宜，我们都会这样来，结账。好，来，这个叫翠花枝，也剩这边的啦，刚才又捞出来的啦。哦，回去要杀，不要剥皮。哦，本身的特性的来讲，带脆度，带甜度。这个是做月亮虾饼的原料，你们吃到月亮虾饼很脆的，都是用这种小花枝，不会用大花枝。哦，来壳直接割一刀，不是割你的手。来壳拿掉来，哦。从尾巴把内脏清掉，不要从头，从头会爆浆啊，懂吗？这样就杀好了，不用再剥皮，本身带脆度带甜度，会脆的小花枝，三杯炒芹菜，一斤卖偌济？8倍的，跟我的拖网特抽是一样，啊，拖网特抽卖完了，哦，加倍偌济？我就跟你讲，我们都抓浮皮，这样要240块，再加回衣，这个。
个叫翠花枝，网络上可以查，我会卡在300块，我会寄来300块，本身带翠色的花枝来300块，你要烫，你要炸，飞轮，就跟你讲它会脆的，300块，300块，加个300块，总共有三，我会脆的花枝300块，爸爸不要脱皮哦，这时候夹袋子再给一个，300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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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会寄来300块来。来沙巴哦，这个叫脆鸡来沙巴，沙巴，知道没有？300块，没有了。沙巴，你要来280块，翠花枝没有了，280块，知道没有？你要北，你说。哦，没有了，剩这边来，金家套 Q 来。这套 Q 啦，这不是鱿鱼哦，只剩一只来，啊，这多少？有人要出价吗？要知道。